台南国华街香辣脆软的古早味B贵，一口咬下就知道为什么生意这么好了。太嘎好，爱黑梅森，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许多台南人的B贵口袋名单哦，就是位于台南国华街的七层B贵。这群白色的迷人美味就是今天的主角B贵，用猪油将表面煎到金黄酥脆，再加入一颗母鸡蛋，台南人最幸福的基本B贵组合就完成喽。猪油香伴随着米香，再加上鸡蛋以及特制的羹汤，达成润滑和融合整体风味的效果，这一份我直接恋爱。他们还有独家的炒豆芽咖B贵，清脆的豆芽与软软的B贵呈现口感上的对比，在品尝的时候增加了趣味性，也更爽口哦。爱吃辣的朋友加一点他们自制的辣酱，绝对是你的菜。想必大家对台南的B贵非常的熟悉了吧，这个非常传统却超受欢迎的美食，当做三餐都超适合的。七层B贵还有许多独家的美食哦，猪油拌饭、咸猪肉饭和各式各样的小菜，总之这家也是很厉害啦。吃过的朋友在底下留言吧。